但是这边唱比较大声，还是这边唱？还是说是楼上唱比较大声？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可以考验一下，好不好？这首歌我就可以专门留一段给大家唱，好不好？然后到时候我听一下哪边的朋友声音最响亮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《哪吒》送给大家。